哦，我刚刚现在玩的游戏是空洞骑士，我忘了放电风扇，等一下。好，那个截取盒要一个小电风扇吹，不然会过热。然后，哎呦，我干嘛？然后上次死掉去用斧抽弹把钱捡回来了。那我这次好像要去捐那个3000块哦，捐3000块，丢水里啊？哎，要去哪里啊？宫殿广场。3000块。挑战，然后那只我看好像也可以用那个什么虫瘤，忘记了，反正可以用那个虫子把它打爆。诶，会不会补能量哦？诶，吸虫瘤是不是？或是跟之前一样装一堆加攻击力的，觉得用吸虫流打好了。诶，那个泉水在哪边？糟糕，好像在附近欸。在这了，哦，丢3000块，然后有一片，这是哪面具哦？哇，哎，不是，是那个能量容器碎片，哦。花3000块买一个容器碎片的意思。哎，然后我要去哪里呢？哦，去找电车。那这次我觉得我在那个要打的前面开一个传送门好了，然后再去储存点备份。这样会不会太自找麻烦了？可是如果不这样开的话，它好像直接要走很远呢，有一段距离啊。哦，我尽量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打死。技术不太好，没有办法每一招都闪过去，只好用装备来凑。哎呀，哎，在上面我不敢跳。还是其实可以这样冲过去，就不会撞到他。好，我先去椅子那边。诶，那个挡路的会复活，这里我应该来过一次啊。可是这个可以穿过去，只是在旁边的装饰品这样。最下面嘛，我就不用管他了。你传送门怎么开啊？忘记了。上加三角。
开的，诶，三五，还是我按到传送。咦，还是下加三角。哦，是下加三角开，上加三角是传过去。好，然后好像只能同时存在一个传送门。怎么过去啊？忘记了。那棵树我打掉了。呜，你要撞到。哎，是左边。一路通，有开完传送门，好像还要走回去耶。他重登的话，不知道还会不会在。哎呀，好险，没有被小只的咬到。太多了吧，你们，太多了吧，我。开家哦，这是属哈士奇的，是不是？好，快到了，要下去。我等一下，我要往回走哎。哎、欸，哇，好多，我会死在这。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东西，哈哈哈，是什么？面具碎片。哎、欸、呀，这边是通哪里？有捷径是不是？等一下有捷径吗？哦。耶！可是这捷径好像还是蛮远的，我回来的时候可以用。这里是哪里？好吧，反正有一条捷径。人家地图有标啊，我居然没看到。还写一个生日碎片在那里。一个眼馋都没看到。哎呀，跳到我身上！哎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哦，超狠的！不是过去就打了吗？我忘记了。先开个门，下加三角。开门应该不会扣那个，诶、欸，没开啊？不能开吗？嗯？这里会开吗？这里会开？这里面不能开哦，认真。哦，过去就开打了，好。就回头回去备份一下。哦哦，呵呵，备份完我还是要去存能量，也是有点麻烦。那登出之后能量全部不见了，我记得是这样。这也是回头吗？怎样？对，还好有地图。还要找个地方刷能量，刷满再进去吗？
跑给他追。这里的怪太机车啊，这里有一只欸，欸，那只怎么不见了？我打死了哦。好，然后我用吸虫流打打看好了，只是这个每次失败的话都要回来备份吗？都要回来补个能量，装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吸虫之草、萨满之石，其实用之前那个快速劈砍的，好像也可以。可是我觉得这只好像让你补血的机会会不会比较少一点呢？还是其实并没有？萨满之石，法术扭曲者，幼虫之歌。还有一个可以装普通荆棘啊，不然我也不知道装什么。好，我备份一下。备份是不想捡尸体啊，不然我身上的装备应该不会爆掉了。这带着大黄蜂魔族会不会太多？欸，这次有要快哦。这上次不知道为什么卡一秒卡超久，莫名其妙。欸，我是不是把音乐关掉？欸，哦呦呦呦。那奇怪，为什么输出音效那边完全都不会动？好，那我有在那边开传送门了嘛，飞过去啊，上加三角，它会扣一个那个啥来着？哎，反正会扣啊。啊，忘了补能量啊！啊，怎么办？马上就出包。我能补到能量吗？觉得很恐怖欸。哦，呵，下去打好了。欸，还没开打就少血。哦，欸，不要怕哦。开打就快死了，那是负能量。这次包会不会一直升？来来来，应该撞不进来吧？来送头吧！来这边存能量是不是个好主意啊？还是是个坏主意。还有一只哦，我还少一格血哦，少三格，我不能站太前面是不是？第一个完全没有赚。超亏的，我应该存完能量再过来。那边有椅子可以补血，也没了。还是还是，等能量都靠你了。不行啊，太少了。这样子不行哦，我被偷袭了，一个很亏。还是我要过土再回来让他们复活。有赚到四分之三格的能量，在这边用半天。啊，我过去再回来，那个大只的不会复活，只有小只的会，那应该好一点。
那个胖胖的不知道会不会复活。你看到了，应该不会。这是两只小只的吗？哇，这个小只的，一个又没赚了。我想往下砍啊，失败。还有没有啊？哦，还有胖胖的。哦，这个肥的，哎、欸，太短了，手太短，三下没死。试一下，呜、哦！被卡住了。哎、哦，弄满了吗？好，不跟他玩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应该能量存满再过来，希望可以一次过啊，不然那边刷能量有点烦啊。诶、欸、对哦，来来来，哦哦哦，也还会追踪诶、欸、哇，白吐了一下，诶、欸、他不是全吃了，为什么没伤害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打不到他，后腰，好像比之前还惨呢、欸。技术太差，好吧，我觉得我不要吸虫流好了，我打不中他哎、欸。我换一个 in A 的，好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个流派不适合我，这只太会飞了，我打不中，而且伤害好像不太行诶、欸。哦，我看到了两种打法，一个是那边吐虫子。一个就跟大黄蜂一样硬 A 吗？还是有什么细节我漏掉了？反正传送门开好了，过去很快。哎呀，好难哦，这只。哎，我轻轻松松的砍一砍就赢了，没想到。还是我换完装再备份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一次过不了。我想想要什么，坚硬外壳，噬魂者应该没有，王者之怒好像也没有，骄傲印记有没有啊？不管，装起来，快速皮卡，骄傲印记应该没有，半格子不够，易碎力量，咦？稳定肢体哦，等一下我忘记了，我抽查一下，等一下，还要怎么查？糟糕，我还没有把那个影片的连结留起来，我找一下我自己的，还是穿这样就可以了。我那个标题叫什么？什么第二次大黄蜂快速劈砍一队，找到了，等一下，易碎力量、坚硬外壳、快速劈砍、稳定肢体，念完就忘记。坚硬外壳、易碎力量、稳定肢体、快速劈砍 ，OK， 然后还有一格，多一格要装什么？
不知道装什么就装苦痛荆棘，这样吗？王玉哲文章，吴梦哲，这应该用不到。蘑菇包子，不行，这个会把它那个中断。中指南针哦。哦，多一格很想把它装满啊，普通顶级啊。好，备份一下，又备份，没事就备份一下，不然等一下死掉又在想我要装什么又忘记了。我把那个配装留着好了，不然忘记了。好，目前知道有两个流派，硬 A 流啊，我不知道叫什么流啊，还有一个吸虫流这样。这吸虫流看起来不适合打太会跑的对象，那个移动比较慢的比较好用。还是我可以再去升一下武器再来打。我现在身上应该一个苍白矿石都没有嘛，要去找三个，也是蛮头痛的。好，看一下装备应该对吧？哦，穿过去哦。哎，怎么残？忘记了，上加三甲。这个不用存能量啊，不用存能量好像比较省事哎、欸，就直接一直打他，追着他打就对了。结果是我被追着打，然后他晕倒的时候就补血了。这个打不死。我都不管了，一直打就对了。啊，我偶尔会补血啊，他晕倒了要补血，怎么办？忘记了。哎，他晕了，我没补血啊。你可以晕的明显一点吗？哦，过了。哈哈哈。他晕倒的时候我可以补血啊，我没有补。还好有过。哈哈哈。一个忘记补血啊！好吧，硬 A 流比较实在，我觉得。不要在那边闪来闪去。哦，是。拿到蜂巢之血。这个吧。金色硬化花蜜块，哦，随时间修复持有者的伤口，会补血哦，然后还不消耗灵魂，可是要四格哎，这好用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去查一下？那如果回复时间不太长，好像不错哦，只要四格哎，这怎么跑一只？蜂巢女王，我也会打他吗？我把他变成能量了，你这样会不会出事啊？等一下我查一下，还是本来就是要把他变成能量的。蜂巢女王，这就是蜂巢骑士。把名字记一下。蜂巢女王，今天我要干嘛？我还以为会弄很久哎，虽然好像也弄蛮久的，24分钟。蜂巢女王，
空巢女王这东西太多人用了。嗯，风动骑士，风动骑士，空巢女王，重复。可是我把它打掉了，会不会出事？唯一不支持、不由支持者设计的鬼魂，所以鬼魂都是之前支持的吗？之前抖内的好吧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差，反正我已经把它打掉。这传送门可不可以逆向传送？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单向的。哎，他怎么复活了？等一下，蜜蜂怎么复活了？完了，他怎么死了？你看那只为什么死了？啊，我有装了一个荆棘，我放荆棘，突然想起来，莫名其妙，怎么怪物自己死掉了？有那么好的事？原来是我自己装了普通荆棘忘记了。等等，我嘲笑，等一下要干嘛？我偷看一下攻略哦，那可以干嘛？二段跳，诶，我没事，那个超前面的，很晚就会二段跳了，三段跳才对，这游戏好像没有三段。深邃巢穴的苍白矿石，我要拿吗？蜂巢之血，我看一下蜂巢之血到底多久回一次血。蜂巢之血，还是它有被削弱，这样就不太实用了。十秒回复啊？什么意思？一次两点，受到两点伤害，只能回复一点。诶，什么意思？我可以回复蓝血，好，我可能后面才用得到。我还是穿深度聚集吗？还是只要不要被一次扣到两滴血，这个比较好用啊？哎呀，十秒回复一次，但是他可以回复蓝血，好像蛮厉害的。哦，还是看一下等一下去哪里好了。31只毛毛虫，获得苍白矿石。这样两个矿石，1800个精华，拿到梦之钉。哎，我先过一个的结局好不好？那梦之钉好像是另外两个结局。白色宫殿。哎，我去白色宫殿了吗？去看看，可是我好像有对那家伙攻击过了欸。应该没拿到啦。好，不管了，先去踩椅子。哦，在下面当陷阱欸你。为什么怪物都复活了？超不科学的。然后一些力量拔掉，包括爆炸、啊，风晶晶啊，虫洞啊。地图，没有地图没办法玩。怪树劈砍，蜂巢之血，这一格了。
还是不要快速 B 卡，用那个消印记，还有一格，又是剩一格。哦，普通惊奇啊！哦，它全部变成那个蜂巢。我要让它撞撞看吗？来撞我！碎掉，然后十秒，哎、欸，他自己也死了，这是什么流？那个同归于尽流，反伤流啦、啊！传说中的反伤流。嗯，我让他撞撞看，反正椅子很近嘛。哎、欸，不打我了、欸，所以蜜蜂其实不理我了。还是因为我装那个蜂巢之血，然后刚才那只还没生效我就攻击它，所以才会这样之类的。那不理我了，都安全了，成为蜜蜂的一员了。这两只还会理我吗？哦、我可以穿过去哦，真的假的？反正椅子可以补血，我可以穿过去，太扯了。哦，我去拿一下白色碎片，因为我到底有没有拿过啊？我自己都忘记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出来了？忘了开车。看那个攻略，好像剩下一小段。嗯，那如果要收集那个什么来着，会更久，1800的去生梦之剑的话会更久。哦，梦之钉不是剑。嗯，而已。这是那个3000。哦，我会补血哦。好爽啊！只是他怎么滴的那么奇怪？还是那是在回复中？这个真的很远，好远哦！咦？还是我现在对这只使用梦之钉？我先去存档啊！用了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拆椅子存档，要不要备份呢、啊？应该不用吧？哎、欸，椅子哎、欸，没椅子。哎、欸，在这条路挑战没椅子吗？我、哦、在后面。好、哦，那椅子在后面，没事。怎么会有人把椅子摆在后面？没反应啊，还是砍一下检查、啊。穿着白色盔甲的尸体，我是已经拿走了，是不是？还是要拿到那个升级后才能用？好吧，好像没反应欸。可能是要升级过后的才行。哦，获得苏醒的梦之钉后，哦，我没有苏醒。国王护符去底部，最终 BOSS， 我直接去打看，结果今天就我没有国王护符去打，我剩下时间我看可不可以打赢啊？应该是不太行哦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我跑鹿角虫巢穴干嘛？跑错地方啦！去德特茅斯。诶、欸，结果今天就全破了、哦。那我下次要干嘛？主机还没到。
游戏也还没买。还是下次再晃一下，他应该全破之后还可以玩一下吧，不是很确定欸。好，我先用现在的装备去打打看，应该是这里吗？哦，好亮，这也太亮了。哦哦哦，有有。哦，炸开了！哇，会不会死在里面？然后那个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去用，格林之子，那凑满了不知道会有什么，我还没 Google。还是那个超难的。我都没有啊，哦，有东西了，休息，有椅子，最后的存档。哦，我没有升级梦之钉哦，所以应该是普通结局之类的吗？你锁链欸，我要帮他解开锁链吗？开了。还有一条。我、哦、开了 PK 吧，哎、欸，我是 PK 吗？是空洞骑士，上一代的空洞骑士吗？啊我，我有办法躲他十秒吗？好像不行，这真的不能用硬 A 流打，我反击。怎么过？哎、欸，被他身体重大补血的时机，三小，还会吐奇怪的东西，哦，这是反击，哦，挂了，哎、欸，我没备份啊，我在干嘛？那可以捡尸体吗？钱还我，我有有钱还在。没事没事，我看一下怎么打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好了，还是我换那个硬 A 装打打看。这个用吐了，没有地方回能量啊。哦，又换装，硬 A 流，坚硬外壳，搞不定硬 A 就对了。快速劈砍，然后易碎力量，还是我应该先升一下武器再来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忘记了？哦，稳定肢体，普通荆棘就呵呵多一个格子，不知道装什么，只好装它。好，我备份一下好了，不然那个装备。护符会爆掉。那个其他的结局应该是要拿个国王护符再过来。嗯哼。咦，他还有帮手啊？我好像没帮手哎、欸，不公平啊！还是我还没有玩到有帮手的时候，总觉得不太公平呢。这附近有没有一个温泉啊？那你可以试试看吸虫流，在那边泡温泉，泡一泡再打。哦，硬 A 哦，搞不定硬 A 就对了。我应该装备有换吧？
这个有没有人帮这个流派取名字啊？嗯，他锁链已经解开了。这样不能硬 A 呢，不行，那攻击间隔太长了。没血了，哎，我想不能回血，原来我没按到。哦，没能量了。哦，我在吐了，我好恶心哦，这是什么？好恶心哦，这只！哎，我莫名其妙赢了，哈哈哈！会变身吗？先补血。哎，我不能补血哦。我还在播动画的，但谁看得清楚发生什么事啊？打眼呢、欸？好，一个莫名其妙打赢的。真巧，换我被封印了，好吧。我被封印了，看来那个风动骑士就是上一代的自己，知道吗？击败风动骑士并完成游戏，要、这样算全破了吗？我奖杯才 34%。 好，等他名单跑完吧。
哦，干得漂亮！你实现了这个伟大的壮举，你坚持并取得了胜利。我们希望你在空洞骑士的世界玩得愉快。我们很快就会在前方的道路上再次相遇。嗯哼，那怎么玩？哦，游戏完成度，哎，我90%哦，32小时，可能我有挂机的时间也算在里面吧？还是其实没有？32小时哎，好久啊！哦，钢铁之魂模式，只有一条血的模式，我应该不会去玩吧？技术不够，还是不要自找麻烦。哎，啊，我可以继续我的存档吗？新游戏，看一下而已，有没有要玩？不能复活，死亡是永久的。然后嘞，我会有继承什么东西吗？还是就是空中开始？咦，这样看过了，跳过。空装吗？这么狠？跳过、哦。空装吗？哇，这个太多动画。诶、欸，哦，看起来是空装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个新的存档，哦，什么都没有。诶，欸，可以回到主选单吗？这死一次就没了，我要死死看吗？还是算了。诶，我怕有存档，我把它删掉。经典啊，这也是一样哦，这么不开心，我去读读看我破关存档会怎样。这边真的很烦，这开头动画可以取消吗？还是他在做记录档，所以需要那个开头动画垫一下读取时间？可是我跳过这样也没有多少时间欸，好吧，不晓得。动，我的一样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又没有二周目哦，还是二周目就是读破关的存档继续玩。储存档，不然备份的话会备份到别的。嗯，诶，我选难度吗？简单之类的。游戏支持者名单，简体中文，好像没有难度啊，没有难度可以选。好吧，啊，存档就是继承之前的，哦，我全破了，然后嘞，还是今天就先这样，下次再想想看可以做什么。好吧，下次我看我的 Switch 有没有到啊，没有到的话就再玩一次这个吗？那还要等游戏片欸，哇！你还有一个，还有装什么忘记了？为什么装个灵魂捕手？哎呦，我深度聚集，或是用那个蜂巢凤金旗。好吧，今天就这样先收台好了，下次不知道会不会继续开，下次再说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先收台了。